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永豪。那么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。哎，今天的话呢，跟各位唠一唠这个《三国战纪》的一个武侠争霸，是一个无双版，一个第一轮三 boss， 第二轮五 boss 啊，这样的一个武侠争霸，也是好久没做武侠争霸了，给各位呢来去这个随机人物啊来干这个武侠争霸。那么呢，这里可以看到呢，第一关上来呢就是一个880啊，这里呢我是选择先打这个夏侯渊啊，然后呢跟这个880的单玩。那这个位置呢，我是道具流啊，因为呢这个三 boss 这种情况之下呢，出门零级没有道具呢，基本是打不了的。所以说呢，先把身上的什么神剑笔了、火球剑了啊，这个瞬发的黄石弓了，包括这个非瞬发的黄石弓了，各种各样道具先堆一堆，然后呢以战养战啊，再用这关的元气令获得后边的元气令，慢慢把自己发育起来啊，这样的一个套路。最后呢，继续把所有的黄石弓丢掉。然后对面比较猛啊，这个开的是一个天王难度，当时这位置丢了一个竹子没中，再丢个竹子。我的主要击杀目标呢就是夏侯渊啊，因为呢夏侯渊打这个孙膑呢有这个伤害加成啊，所以说呢我想是打完这个夏侯渊之后呢，把这个880一起给他收掉。这里呢再用张小金啊，这个血呢这个怪呢也看不着多少血，现在反正就丢就完了。 OK， 终于呢在丢完我几乎所有的道具之后呢，把这个啊这个夏侯渊拿下了。咱们呢赶紧先捡个夏侯渊军令，这位置还好像还捡了个无名火，没什么用啊。时间器暂时啊留着一用，这位置呢开个 AB 放倒吃个加血之后可以上夏侯渊了啊。夏侯渊登场，对着嫂子一个下传 A 直接带走，走双杀啊。你看这吧，我就说这个夏侯渊啊，夏侯渊玩这个880那绝对是得过奖。这样的话呢，一套夏侯渊直接呢双杀，然后呢咱们把地下的令牌呢疯狂捡一捡，竹子捡不上了，把这个土雷扔掉捡个竹子，底下那位捡上。他这个版本的话呢是过关捡取东西的时间比较短，所以说呢你要在短时间之内呢就得想明白你要捡什么不要捡什么，这是很关键的一个事儿。那么呢咱们继续啊，第一关呢也就算是平平无奇吧，正常来讲呢都是这样，用道具堆死一个，然后呢用死亡的那个怪的令牌再打死剩下的，继续再往前走一走。第二关，哎，通关的信号啊，吕布。这个吕布的话呢基本就意味着通关了，傀儡钉住，装装一丢，夏侯渊一上，下上 A 破防，防也没用啊，只有下上 A 连着回击。这里其实应该下上 A 打个 AAA 啊，我这里这个连招可能还有点问题。这位置呢继续前前下上 A， 快死了、啊、快死了，绝对快死了。我这卖个血看看能不能再下上 A 一下，哎，搞定，没死。哎呦，不能再卖了，再卖我要死了，我得切回来了。切回来之后呢，咱们来看看这里怎么办，选择装一装一丢，然后呢这个挨了一下打问题不大，血出一交啊，是没有直接爆飞基地，先把这个吕布打死。吕布打死呢就意味着通关一半了啊，因为这个吕布呢在这个版本里呢他爆那啥啊，爆那个衣服，爆那个加防御的衣服，所以说呢咱们疯狂击杀开的，再开一个疯狂开击杀，再来一个有没有，没有啊，那可能要扔隐身衣了。先扔个张小金，这张小金是个二连，问题不大。哎，死了，那这就不用扔隐身衣了，扔个竹子，把这俩怪控一下。哎，利用竹子的一个控制时间，把隐身衣捡起来啊，把这个防御的衣服捡起来，这样的话就无敌了。现在呢，即便是天王难度啊，对面呢也打不太动他们了。下一步呢，就是准备这个多杀，拿更多的资源啊。这无名火也可以撇了，没用。首先呢，第一击杀目标呢肯定是这个大张飞啊。这个张飞的话呢，会爆一个酒碗。啊，这个酒碗的话呢是通关的一个关键道具，至关重要的道具，所以说呢咱们就先做张飞啊，调好图标，几个飞碟以后呢都没打出效果，这位置呢独立头能往下走还是没走啊，有点机智。这个孟获倒是挺呆萌啊，所有道具动了一遍，这位置终于来了，这图标起 A3 下六六 A 啊，一套标准的十二连。好吧，由于这个有敌方孟获的干扰呢，连了个十一，但是也行，我一个车，最后继续把这个孟获打一打，就是尽量的控制不双杀。我当时在打的时候就能看着血量的，但是呢，现在的时候呢，我也看不到啊。反正呢，你就看我这个血量怎么就剩下了。然后呢，这个前期小道具不要吝啬，我看好多人打的都吝啬这个道具，都舍不得丢啊。其实没那个必要，这道具还是很充裕的。这位置呢，直接把张飞干死，然后先捡隐身衣。先建议在九碗关键九碗隐身衣满了，那这位置呢又捡了一个张飞令，这个应该是张飞令吧，
那这关呢就是极其完美啊！这关呢虽然说用光了，傀儡娃娃、召唤状、夏侯渊，这些都是无用道具啊，到第二轮呢都是没什么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这位置呢，我随了一个夏侯渊啊，然后呢把这个修建丢了没用。对面呢有大巧，那我可以上一个孟获啊。这个孟获呢，无论下伤 A 还是这个跳，都是很好用的啊。尤其这三个也不是很强力啊。这个跳呢可以骑大巧，这位置呢给这个巧堵个半边，哎，好吧，还不是堵个半边啊。你可以看到后边那小子吓得瑟瑟发抖，根本就不敢过来啊。就说："哎呦，我老弟怎么这么猛？我为什么这么菜啊？你看是吧？这个朋友啊，一直都不敢过来。"之后来了，这里终于骑大巧了啊！这个骑大巧还是很开心的。把这个大巧拽下来之后，一个下山没打着，被这个大巧又嘬了眼儿啊。有那么句话不说的好是吧？常年玩巧，怎么能不被巧嘬了眼儿？那这里呢，咱们玩玩嫂子啊，不能光玩巧，也让巧玩一玩。那这位置来了，一二三，转巧，六 A 顶，六 A 收啊，一套连招，然后往左跑，让夏侯渊，让这个曹彰空出一招。咱们呢，先利用这个嫂子的一个 堵墙角的连段，先把这谁带走，先把这个曹彰带走。前个曹彰令吧，曹彰令还是很好用的。电书可以一减，电书的话呢，还算是比较有用的一个前中期道具吧。当你穷到实在是太穷了，再把它变成后期道具啊，基本上是个前中期道具。这位置呢，打一个梦游的连段啊，比较好用的一套小连招，然后呢继续控一下怪。我这位置没防反啊，我这位置呢是准备还是打一个双杀，因为这关有这个水之电书啊，这双书还是不错的。这里呢，我用这个曹彰啊来扫一扫这个梦妖，感觉扫差不多了，我可能会再用一个七大巧。哦，这是要把曹彰丢掉吧？看来是感觉格子不太够了，我明白，我曹彰丢了，曹彰用完。哎，这位置不能打了啊，不能打了。这里再来，再换，再啊，好，还没换回来，再换没？血书可能要交一波了啊。这里呢是直接哎，没有可能掉血书，等这个巧过来，我就骑一波大巧。利用下山给他堵住，可以的。这位置呢，正好梦游过不来，我可以呢单踢大桥，这位置非常的好。哎，也行啊，这是血量控制到位了，直接一个双杀，没有问题啊。我就说这个血量非常好。大桥死亡之后呢，有一个动物书，算是关键道具。你看我在找动物书，哎，第一时间捡动物书，吃加血啊，这加血没吃上，也行啊。这个动物书还是很关键的。动物书的话呢，在第二轮呢，还是有一个非常十足的一个控场效果，尤其呢，当对面有怕张小金的人，动物出张小金啊，一个爆炸输出。然后呢，当你有什么吕蒙了，第一傻狗了，当你有这些令牌的时候呢，动物出搭配这些令牌呢，简直是奇效。我说当时为什么不摁下过关分啊？是好慢呢。好，快讲完了，快讲完了，这好慢啊，好慢，好慢。当时就摁一下就好了。那么呢，咱来看看这个下一关，看看下一关的话呢，是个什么 BOSS。这里呢，我是随了一个碧珠葛啊，对面的话呢是比较正常的三个 boss，这三个 boss 的话呢还是比较好打的，尤其有这个大马啊，咱们呢可以用这个孟获，这是七大马啊，这个孟获这个令牌呢，在这个无效模式呢，我也多次说过是吧？这个玩意儿挺好用的，而且呢这个玩意儿总能碰着啊，所以说呢掌握一手孟获令的使用是还不错的，我几乎每一个无量争霸的素材好像都能碰着。这个玩意儿攻击力高啊，然后呢攻击判定也厉害，碰着傻子怪呢可以堵到镶甲 A 至下伤 A，绝对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个品牌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一个孟获用完，咱们再继续跑一个位啊，再用下一个孟获，直接给他用完。这关可捡令牌还是不错的，这关这三个令牌都算可捡令牌。马王算是比较万金油的一个令牌了，打啥都能打啊，天上飞的地下跑的。然后呢，嫂子的话呢，一波这个单挑啊，输出很不错。夏侯渊呢就不用提了，是吧？夏侯渊呢，自打有这个武将争霸这个模式以来呢，夏侯渊他就是一个，对不对啊？一个令牌上的强者啊，俗称的渊哥，他不是白叫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就源于这个他的这个令牌啊，令牌的一个牛逼之处。这位置呢，火书得捡上，这个嫂子令可以不要，因为我身上已经有很多嫂子令了。但是呢，这个火书一定得要上。这个位置咱们来看一下，这个马王应该是没多少血。马王呢，让我这个前面的孟获好不齐，血量应该是不太健康啊。咱们呢，准备干什么？夏侯渊，直接毒气起，打一个 AAA 下伤 A。然后呢，好吧，这夏侯渊死不了，这夏侯渊绝对打不死，除非他不防啊，除非他不防不跳让我嫂子打，要不然绝对杀不死。那咱就算了，这关有点可惜啊。这关这个动物书，这关是固定动物书吗？啊，固定动物书，这关，哎，不是啊。这马王怎么会报动物书呢？是不是报错了？
上个动物是左慈捡的，啊，这关爆了个动物说，真不错。那咱们继续来看看下一关，这关还行吧，敌方算比较厉害，有一个马超啊，然后呢有一个驱鼠。这位置呢，我选择用马王跟驱鼠玩波虎的，因为呢我身上有这个衣服，不太怕揍，所以说的话呢就用这个马王啊，直接跟他玩一波虎。那好多人说这个武将争霸能不能出个教学是吧？武将争霸呢，他在原版这个《乱世英雄》里有说过，但是这个版本的话没法说。这个版本呢，你需要首先呢，它这个怪的这个刷新，它不一定出哪个怪，随机性太高了啊，所以说呢，你就看看这个我平时大致令牌都是怎么用的，是吧？然后呢，这个如果这个想通关呢，建议还是整个衣服啊，这个衣服呢还算是通关至宝。另外一个通关至宝自然就是腰带了，是吧？一个是扛打，一个是打的疼。先选这个扛打的，然后再选打的疼的。这位置呢，我是计算好血量，一下打不死我，然后积血再使用血术啊，没血一定要用血术。然后呢，这位置扔个莲花，先这个空一个场，最后 BA 想放倒驱鼠没放倒，是吧？这就是我之前说的，这个驱鼠啊，绝对是这几个怪里边呢能力也算是不错的一个人啊。虎头虎脑的就奔着你顶，啊，就奔着你顶，主力肉盾，这位是邪魅减伤，无所谓啊，邪魅减伤不是什么太关键的事儿，这关三个血也不是，咱们一会儿再捡也行啊。这个地方呢，替倒是加血，别着急，加血没的是特别慢的，这个加血就有点吃急操了，啊，这个加血绝对吃急操了。这位置呢，虚竹令牌啊，马王令牌我就给它丢掉，准备这关呢是捡个鞋子啊，因为鞋子目前为止还没捡呢。鞋子的话呢，绝对是这个武将争霸的关键道具啊。但是呢，关键不过衣服跟腰带。这里呢，我是利用马王呢直接起身顶这个马超，问题也是不大。马超的血量呢可能不多了，我选择不打了。这里呢一套活把曹操打死，一套活把马超打死。这样的话呢，我可以多吃几个加血啊。别的不说，多吃几个加血就很得劲。这里呢一定要把鞋子捡上，然后捡上战斗机，加血吃满可以了，这基本就可以了。剩下的话呢，飞碟小道具捡一捡。小道具的话呢，在武将争霸里边呢，这种模式之下呢，优先的就是飞碟，还有莲花。莲花呢，属于一个可以短暂性控场，让你逃离，别被怪堵住这么一个道具。飞碟属于一个非常不错的清除道具。毒气毒镖呢，在这个模式之下呢，几乎没什么太大作用。啊，这个位置呢，我选择了一个嫂子啊，嫂子呢来干一干这个貂蝉，结果呢，貂蝉不让干。那么呢，咱们跑一跑。啊，这个鞋子的话呢，就是因为这个对于武将的走位有了一个质的提升啊，觉得哎，那俩人干啥去了？有奸情啊！吕布，你看一眼，那俩人有奸情啊！那曹彰跟那个貂蝉，对不对？他俩去顶上不下来了啊！这功夫都得有将近小一分钟了，他俩这个应该是有什么见不得人之事。那这个位置呢，他也不管了，反正去揍赵云是吧？喝多了对吧？他怎么说呢？一吕二赵，你说你跟他较那劲干啥？管管媳妇多好啊，这功夫。好，这位置呢，赵云开了个 AB，他有点不开心了啊，就他俩有顶上有事儿，你都不打，你打我是不是？这谁是赵云，谁也不能开心啊。这位置呢，我就是六 A 加下山 A 的一个狂顶，然后呢，赵云爆九啊，咱们呢再把这九减下吧，九呢？啊，九减一下，这关是一个固定的输出，然后赵云令牌就不要了，没什么用，时间器也丢了啊。因为的话呢，这种情况之下，我这个人物发育起来了，时间器呢基本就用不上了。最后这个地方呢，我的天书准备留一留啊，然后呢把这个令牌一部分留一留。这位置呢，我是先打这个曹彰吧，是不是？先把这个外部矛盾解决了啊，再解决内部矛盾。这关呢是应该算是一个双杀啊，不算是一个双杀去了，算是一个三杀啊，三杀比较合理的一个位置啊。因为呢这关是固定的动物书啊，固定的动物书呢，这个玩意儿就是不嫌多了，不多一善是个好东西。这就是逮谁打谁了，利用吕布这个强势的这个攻击判定啊，逮谁打谁。这里面继续再揍一波貂蝉，打一个中连，十连，然后继续再拖半瓶，再揍一个曹彰。这俩怪的话呢，吕布跟他俩抢，绝对是手拿把掐。那这里再来，这曹彰我是不相使劲打了，这个给他顶杯，然后呢对着媳妇输出一波，继续。来，曹彰死了，那这个貂蝉应该是也差不多了，果然。精准的血量控制呢，打了一个双杀，然后呢，动物书动物书，张角军张角金啊，把这两关都道具捡上，其他的话无所谓了，无所谓了。好，正面这个大虾啊，请看看见，我就说吧，心爱的大虾永远不能扔啊，关键道具非常关键，这道具有多关键？绝招都没捡，就为了捡这个大虾。
OK，那这一关呢，随了一个马超，分数呢马上来到了，哎呦，直接就扔了，那得了啊，这关呢我是直接选择暗杀啊，为什么暗杀呢？因为这张飞爆大脚啊，我在这个平时观战的时候呢，看他们打的时候，我就很好奇是吧？这种情况之下，就是张飞啊领队包里你有大酒，无论来什么怪，那一定想法都是第一时间把身上的气用掉，这个东西没什么可思考的。我发现他们都犹犹豫豫是吧？这有什么可犹豫的？夸夸夸夸把气一扔，酒一喝，紧下个酒不就完事了吗？是吧？先把气的输出打出来，然后呢再研究后边的伤害怎么补。我觉得这个是正道是吧？他们呢就先打，先打之后呢，完了这个气呢再用啊，有的时候气用不完就硬用。怎么说呢？感觉有点诡异啊，我就这种感觉，感觉有点诡异啊。这个位置呢是被这个孟获笑了一下，问题不大，扔一个飞碟碰下场，把大酒捡上，捡一个这个莲花，捡一个这个大家雪啊。然后呢，这地方剩俩怪，随便杀一杀吧。这关过了就48了。48的话呢，对这个随机模式就比较好打了。一旦随着 B 人物呢，48有穿不杀就很给力了。这个怪呢是金刚不坏，所以说呢选择了一个 B8A 的起手，问题不大，刚好还躲过了张辽的一个袖剑。啊，这关的固定道具就是十字书了，但是这个十字书的话呢，在这个武将争霸的模式不是太给劲啊，除非你有连点气啊。这位置呢，我是躲着张辽想踢的这个孟获都没踢上啊，张辽自杀了，这就没招了啊。你看这把这个十字书我都没捡啊，因为这十字书虽然能追地啊，但是十字书的偶然性太高了。配合着连点气用还是不错的啊，或者你手速自己还能快，要不然的话呢，十字书没什么用。20下的石头书就不如不捡了啊！这关呢吕布令牌，那我得把许褚扔了。许褚呢刚好能打这个大马啊，这关呢我的黄忠也不厉害是吧？这是刚好了。那这里咱把许褚啊，我就这么用了吗？我得揍一揍啊！对，这许褚我得用一用啊。许褚的伤害很猛，你可以看到是吧？元军令的许褚基本就是等于腰带许褚啊，猛的令人发指。你看，我就抡了这个马两下，这个马第三下。啊，拍个必杀死了，啊，我就随便呢打了一个 A236A， 打了这个马三次，带一个必杀的就直接退役了。然后呢，这俩怪我一定得杀吕布啊，哎，这俩怪我得都杀。只有小黄说，那看来我还得扔一个东西来捡一个吕布令，再扔的东西呢，可能就是血书了啊，因为呢我这种情况之下呢，本身我有衣服，然后呢血书只有一本，看来我这里选了一个念书啊，其实可以扔血书，啊，血书也是准备可能是下关的一个封书吧，下关是有封书吧。这个版本的下关应该是个固定封书，那到时候呢，这个变数也是保不住。现在扔也没什么毛病，而且呢，现在扔呢，你有电书的话呢，你可以方便的控一个三杀，啊，电书控三杀还是比较容易的。这个位置呢，黄忠最疼连段的也就是 AA 的互接了，啊，这个玩意儿真的是伤害是不高啊。这个人，哎，反正这个对于这种流程太长的这个版本，用这种伤害不高的人打起来，我真的是磨磨唧唧，实在是没什么意思。这位置呢，毒气筒命中一个，直接打一个向上 A 的一个无双啊，这个伤害是除了 AA 的连招以外呢，使用能量这个无双伤害是最高的一个。然后咱们这里继续。啊，继续，主要还是杀吕布啊。这位置呢，等吕布的一个破定，直接摸，直接摸，还不太让摸啊。打了一个六 A，AA 六 A， 丢个毒气筒追地吗？没丢啊。这里我是控个血量，直接双杀了是吧？哎，滑步蹲连，然后打一个无双。这位置不是为了秀啊，因为这个无双只有在板边才能打出伤害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滑步蹲连是必须的。这里呢，把这个贼杀掉。哎，我这位置为什么没打个三杀呀？我吕布令为啥不要啊？我当时是把三大令牌卖了吗？我好像是把三大令牌卖了吧？要不我不应该不要吕布令啊？那肯定在血书跟吕布令之间抉择，那要哪个呢？对不对？哎，好吧，来俩吕布啊！这位置我这是不要吕布，来俩啊！这里就在坑爹了。这里最好的方法是必须地。哦，最好的方法是 BCE， 火术当然是也行啊。那这里又选择了一个火术，这火术还不错啊。这火术的话呢，不光中了吕布，还中了这个草。啊，这个真吕布的话呢，火术不能追地。那这既然第一本都扔了，第二本咱就别客气了，也直接再来吧。啊，这位置呢，三人同中，还真不错，这效果。预期的效果要好得多。这位置会报 BCD 吗？没有选择报 BCD， 那看来想打一个守卫吗？好吧，我这 BCD 怎么是这个地方的？不应该是在地下插地下炸那个吗？
看来我当时也是记错了，包括我现在我都没反应过来，我以为是查地下这个哐哐爆炸的那个地方，结果是这么个玩意儿。早上的时间我高低是不爆，这招不厉害啊，这招一点都不厉害。你看到两个绿叉扔出来之后呢，咋地不咋地，这边都直接给张令箭，张令箭的一个连点呢，先拿下一个吕布，第二个吕布就不用杀了，第二个吕布杀也没用，不爆令牌，爆个衣服，衣服我也有，对不对？这里呢是风叔的捡的，哎，我这时候捡了个吕布令，那看来我当时是喝多了，我当时绝对是喝多了。这里呢再次捡起了心爱的大虾，啊，然后呢把血书丢掉，血书丢啊，哎，就得丢。这位置还打双杀吗？应该是不打了吧？那个假吕布，那个真吕布特别难杀，杀起来费劲，而且他这家伙还黄。这位置给个毒镖。走 A 蹲 A 站 A 蹲 A 站 A 一套连招打完之后呢，好吧，没连上，失误了啊！这位置继续目标啊，这时候要揍他了，站上 A 前 A， 我这是没有腰带吧？这局是没有腰带，没有腰带的话，这个不太好过呢哈。这个第二轮的伤害不一定够，这里是打一套，哎，真把这吕布打死了，那就把这个兄弟打死，飞盘，他这是快死了，要不我不能起飞盘的。我这当时是会不会玩啊？没死不扔什么飞盘呢我，好吧，那这对面道具也太少了，这个第二轮不太好打。那看来的话呢，这局应该是通关比较艰难的一局啊。你可以看到这种情况之下没有腰带，什么玩意都没有。那我们来看看这里随了个黄忠，黄忠的话我看看这局怎么办，目前被阻止了，放弃一往上走。我这里呢是刚好卡了一个这个不能后退的位置啊，就黄忠很需要的这种位置，这种位置的话呢，可以保证这个李广是否无敌。现在的话呢，控一下吧，没有控，没有把这个怪的血量控一下，打一个气啊，都要扔酒壶了，看能不能打出能量啊。哎，好，对着傻狗打，傻狗啊，你又不打你也懂啊，好吧，这傻狗也不让打，打了个黄忠，这打不死了，这边腰带差得多，这边腰带是真不行。那这样的话呢，你可以看到第一关。用了三个气以后呢，气没打上，一个气都没打上，这个就打得有点坑爹了，该说不说。武神啊出事了，那看看这里怎么打吧。这位置呢直接上吕布，没什么好说的。吕布上来不一定能电死，这吕布电关羽真疼。天下无敌，不知道他俩怎么说。电这个曹飞是怎么不能掉？电啊，一个能电四下，没有大意啊，没有大意，没有腰带。你可以看到这个吕布没大意没腰带还是不太靠谱的，这里可能要扔一个酒了。扫上官这个能量没打上就该扔酒了。这位置扔个照相机，动出照相机，血坑，不怎么掉血。我这杖机呢也是为了拖个时间啊，拖一下我这个张飞的起槽。等一会儿起槽结束之后呢，我可能就要那啥了，要开个四八了，开吧，开就行了。我这开必杀了，那我这里必杀打出来之后呢，也是正好起槽消失啊，因为这个 B 人物呢暴击伤害减半，所以说呢这个起槽消失就没事。但是扔道具伤害不减半啊，扔道具了、水晶剑了这些伤害都不减半，不影响。这里呢二哥先阵亡，我还没要死的了 ，A B 控一下。防反跑一下，这里非得丢死一个，那可以了，啊，这就可以了。这关呢也算是混过去了。这关呢一个吕布加上三个气，然后呢这里已经慢慢打点气吧，也没有偷窥啊。这局挺艰难的，这局得亏有个衣服，这局再没有衣服得就更多了，那就是励志通关了，啥都没有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当时是打了一命吧，好像是打的五枪争霸一命通关 CG 任务。记不住了，这个打太久了。这里是貂蝉，对面这个阵容有点华丽啊。对面有个狗司马，那这位置呢？你看这个战机这个血量，你看对面貂蝉，看掉那点玩意儿，这就是没有腰带啊。夹根不掉血，这狗司马还少中一下，真扯。这位置直接扔了个隐身衣，这隐身衣打谁也打不过呀，也太惨了吧。啊，好吧，这里呢我就是隐身衣直接输出了啊，反正打谁都是打，反正就是肯定奔着第一优先打是吧，咱们的先肯定优先打谁。这里呢我是打天女织女，织女天女这样的一个扑街，打完之后呢开了一个48，应该会有人阵亡吧。这太穷了吧，这样现在看着都感觉这能一命吗？这穷的真是发指，你看干打不掉血。这位置呢丢光了所有的照相机啊，这上来就先把所有的这个照相机交没了，后边再有怕照相机也不用了，这位置就交了48，好，一个都没死，
子，这里呢用滚躲了一个司马的效，中了一个孟获的效，这里一个莲花还没炸死，我就扔一个清风加上个匕首杀，太惨了太惨了，这里这 AB 开始杀人了，不杀到这个图标杀人吧，没招了，图标杀了个张飞，然后看看还能杀哪个吧。这我跟这三国，我跟别人三国玩的真不一样，我这玩意怎么净玩平火呢？人家到这丁刚一顿必杀，一顿四十八，一顿那个什么天书啥的就完事了，我这太惨了。这位置又扔了个隐身衣，打了个平活，太艰难了，把这貂蝉先打死不好吗？哎，这貂蝉踢死吧，不行了，咱们这貂蝉顶不住了。你看这司马懿中了多少战友金啊，这怕战友金的人中了这么多战友金，咋地咋地呢，哥你俩还没死吧。这里就是打点气了，赶紧起来，我打点气啊。好吧，现在不让出招了，赶紧摸，再摸点。太惨了太惨了，这还能一命吗？还是一毙啊，还是怎么打的？那么看看下一关吧，下一关来点傻子吧，这不来点傻子打不了了。我去，那是武神还是曹操啊？啊，好吧，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又来了个武神。你这个玩意儿，你不是在坑爹吗？那这样的话呢，武神来了，我自然要把我这个吕布交掉，对吧？这个王牌对王牌嘛，是不是？他来厉害的，我也得上我牛逼的啊！他来菜的，我就直接就平活啊！这样的话呢，一吕布呢再来个四电，啊，完活了。这个吕布呢完成了这个那啥啊，这里头开的是你的48，往左顶，往右顶。这48这个位置我找的真不错，你就说。躺下别诈尸啊，还不错，没诈尸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以这个一个吕布加一个气的这个情况拿下了对面的武神，那局势逐渐明朗。我们来看对面的关羽张辽啊，一将两个啊，这里打一个三加一接个断，被这个对方关羽打回来。这里可能交48了啊，不交没招了，给我堵住了，打不过了。这里48一交可能交大九了，这种情况之下呢，不断交大九，因为呢这个过关的这个啥你也打不来。哎，这关羽怎么还打呢？不是过关了吗？哎，真奇怪啊，他这你别说，我当时没想到，我现在我都没想到啊，这怎么可能张辽尸体都消失了，关羽还要出手啊？这点说不过去啊，违背了这个游戏正常的一个设计。好吧，这里随了个赵云，赵云的话呢不以伤害见长啊，然后这位置呢敌方的人很猛，一个张飞一个夏侯渊，你也不以伤害见长，怎么打这么多水呢？伤害挺高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这怎么整的？不是我玩的游戏吗？这伤害怎么这么高呢？这招打很高啊！这个版本的必杀还是个双招效果，所以说我给你四个排必杀啊！这个必杀的伤害是我没想到的，这个必杀伤害好猛啊！这位置的对面笑了一个，我扔了个隐身衣，不准备再用气了。用个隐身衣呢，把对面的怪子尽量杀俩。这关的话呢，可以多爆点加血。这位置呢是把魏延先击杀，然后找一个看对面还有没有能杀的了，大鹏直接起来打这个谁啊？这位置又打了个张飞 ，AAA 互接，好吧，看来杀不了了，就是为了打点气了。那这样呢，这关吃了一个人参之后啊，我这个血量呢又往回补了一补，但是呢这关呢耗了几个气以后呢又扔了一个隐身衣，现在的道具呢是越来越少，攻击性的道具基本没有了，就剩两本破天书的了。这一关吕布，我是两个小黄书，两个风书。这关我先设一个48，朝右的位置设个48，把怪先控住。啊，这个啥也要死啊！所有妖怪都这么猛吗？这位置是再来个48，我这是跳动用出了吗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个位置怎么打？这个气再用完了，这后边就没打了，后边还有三关。动书随便，然后呢打啊，抓这个吕布 AAA， 我这里是想尽量多打点怪，这样的话呢就啊不打气啊，算了，扯啥了？这里又来一个48，这关呢我已经交了三个48了，交了三个还是四个？这位置剩下点血开始拼活吧，没招了。你看这就是我说的，我这三国跟别人玩的绝对不是个玩意儿。人家是夸夸一两本书就解决了，我这五个怪还是干平活呢，你看看班长，还找位置还平处呢，哎，完了再大范围走位甩开，再处一个落单的，哎，你看我玩这玩意儿啊，真不一样，哎，利用了自己的一个优秀的走位，用平活处了一个怪，然后呢继续利用走位把吕布勾引过来，又处了吕布一套，打吕布是纯刮痧呀，这是干脆不掉血，黄师傅冷静冷静吧，别刮了。这位置又来了，哎，快六 A 顶一下滚出去啊！你还别说啊，得回是这个人了，这个人平活伤害不高归不高啊，这个滚这招抢招是真厉害啊，面前有不是太强的怪都能跟他抢招啊，继续跑位，继续平活，我都看笑了，真
打的啥呀？这局太惨了，得亏有衣服啊，这魏延一个跳砍也不打掉血啊。这个位置呢，我是准备把这个怪杀一杀，一个六位没捅着，毒镖都不舍得用啊。你看这个游戏打的，这里呢一个 AB 躲掉了吕布的笑啊，然后呢对面有个曹飞快死了，把曹飞打死了。这俩怪有没有能打死的？能打死能吃点加血啊，先吃两口加血。那看来这俩怪也打不死了，能打死我早就奔打死去了。果然这俩怪都没打死，打点气吧。魏延还还手了，这什么玩意儿？好吧，这关过了还有三关啊！以我先生的道具呢，两个小黄书，两个风书，一个隐身衣，两个洞书啊！目前来看呢，这个一命通关好像，是吧？调查来了啊！这关这个怪呢是比较厉害的，首先呢雾虎将军很猛啊，这关可能要考虑扔个天书了吧？先下上摇个必杀，对面呢两个八百八啊，一套八百八，夏侯渊跟赵云。东叔，就是东叔，哎，晕了不带打的，晕了，不要打我。东叔一扔全变，然后怎么摸，给他们用这个精神传送打到板面，开始摸，开始摸，这个妹子开始前期啊，开始摸，这个伤害还不错，你别说，这里呢直接48电一下全变，这是48伤害真没有赵云高啊，刚才我为什么用赵云伤害？是不是太娘的伤高？这里来东叔全变啊，这太惨了，这三国玩的。太惨了啊！这好像这个，刘备他们的初期的日子，啥都没有。这位置风珠得丢了，这不丢没招了，没有气了，正面道具没有了，再不丢风珠过不去了。风珠丢完、感觉也够呛啊！这风珠丢了没见什么实际效果、好吧，赵云死了，不好意思啊，还是有实际效果。在这里死了一个，还有仨毒镖。哎，你看是吧？我这玩意玩的屌不屌？跟别人的就是不一样啊！这位置呢，毒镖起，控一个夏侯渊，然后织女没打着，现在肯定是要打这个，哎，要打这个孟获、这个孟获是现在我主要击杀目标。跑路，一个毒镖虽然没控制夏侯渊，但夏侯渊自己还击杀，自己玩去了。这位置呢，赶紧啊，一套秒掉这个孟获之后呢，先吃加血，然后先打个气，打个气是关键，哎，先打个气，打个漏。那现在你可以看到啊，一个毒镖，一个气，然后呢，两个小黄书，一个风书，然后我们来看后续怎么打。这不是开玩笑的吗？继续本游戏的倒数第二关。哎呦，武神俩巧，司马懿、诸葛亮，这关除了精彩我没什么好形容的。但是呢这关最得劲的是来了俩巧，这俩巧的话呢可以说是救命之巧啊。这位置呢我是扔了一个小黄书，刚好呢对面诸葛亮呼了个水，问题不大，这真是救命之巧啊。这个巧的话呢特别怕小黄书，那这样呢这关简直就是靠运气过的，然后这关只能是靠运气。这关就是这么跟你说吧，这关但凡不来俩巧啊，但凡就来一个巧都打不了了，没个打了，这咋打？本身武神配合诸葛亮那就是不讲道理一般的存在是吧，一个跟疯狗似的追着你跑，另外一个你敢给我打倒我就敢呼血啊，这两个人凑到一起呢没个玩，狗司马再配上啊，得了。那这关呢就是一个运气的一个转折点啊，这关一个小黄书过了之后呢，那到下一关对吧，我一个小黄书一个风书，我再开一个必杀，我这开点 AB 闭眼睛杵一杵，我是不是过了是吧。那么好吧，这局游戏的话呢这个一命通关呢也是完成了啊，这个看似不可能的这个情况呢最后靠着咱们勤俭持家精打细算，打光了身上所有的这个输出道具以后，终于利用小黄书秒左慈啊，然后呢这个风书秒陆逊拿下了这局游戏啊，还剩一个毒镖，别浪费扎掉啊，还有一个衣服一个鞋子完事了。好吧，这里呢感谢各位30分钟的一个收看，我呢是本期的解说永恒。如果各位喜欢我做的视频呢，还是希望各位能帮我点点关注吧，然后呢你有什么素材想发给我呢，可以加我的企鹅371159923，那么呢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，拜拜。